小爱，嗯，你爱吃的，谢谢豆爸，嗯，你全豆吗？儿子啊，嗯，豆腐乳啊，嗯，是你的外号，那不是你的脑哎。人家小爱在你昏迷的时候，在医院对你照顾的无微不至的，你连菜都不会帮他夹一下。 昨天志颖在这边吃饭，你还不是帮他夹菜？志颖他是客人，小爱从高中的时候就一直来我们家吃饭了，我有这个必要去照你妈的话做？嗯。哎，爸，不对。 他嘴巴里面已经塞了这么满了，而且他最近是不是胖了？屁股有点垂耶。哪有胖？你会不会说话？小爱哪有胖啊？我倒是觉得你昨天跟志颖在楼上看电影的时候，志颖比以前胖一点哎。嗯。快点呀！啊，不是说要准备直播？ 准备完之后，他是突然说要看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不然呢？小爱，我跟豆妈在想啊，前一阵子那个美工刀之狼很恐怖啊，嗯，那你自己一个人住很危险哎，是不是可以？愿意帮豆腐的原因啊，只要是为了他。 我永远都心甘情愿。小爱，我跟豆爸的意思是说，希望你能够同意小茹能够搬到你那边去，不然我跟豆爸晚上啊就都睡不着，不然就吃不下饭。好啊，欢迎啊！太好了，你哪根筋不对啊？ 不是小爱，什么？你不愿意啊？我没有不愿意，我愿意啊。那就好啦。那你现在就先吃饭，然后等一下上去整理行李，或者上去看什么电影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搬去他家住，啊？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多吃点什么？嗯，那有。 大家好，我是钟瑶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艾米丽的五件事哦。